以后这个办公桌就是您的了，啊，基本设备什么都有，但要是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告诉我。得嘞，叶经理，往后少得麻烦您。太客气了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去忙了。好，谢了啊。得嘞，慢走啊，叶经理。好哎，瞧瞧，这么大屋就咱俩人儿，哎，这不是时间还早呢吗？没人来，咱俩冒场了。皮沙。 行嘞，小妹子，哎，咱哥俩有今天，得给你记一大功啊！不干不干，还是军座高瞻远瞩，兄弟只是跑跑腿儿而已嘛。哎，老二，我妈让我给你带的，吃着吃。哼，好文书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小子啊，也行啊，这打小什么四则运算加减乘除都弄不到一块儿去，这玩股票你还一门灵啊？天赋。 嘿，你要说坑蒙拐骗是你天赋，我信。这玩意儿数学多伟大呀，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啊？除了天赋，啊，也再加上我后天的努力啊。你努力什么呢你？我后边有高人。谁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许急啊。说，我急什么呀？你保证你不急，我再说。 咱不说，我急了啊！哎，你说这股票，我懂个屁呀！真跟打麻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就照你那句话说的，这数学多伟大，咱俩这脑加一块儿也进不了这中午室啊！这还算你对自己有点认识。可你这每回蒙的也不错呀。怎么是蒙啊？我那不是怕赔钱吗？我跟你说。 我这每回的买跟卖，那都是给你们家老三打电话，他让我买什么买什么，让我卖什么我卖什么。合着咱挣了这点钱，都是老三背后帮忙的。哎呦，咱不懂，不得求人啊！谁让你求他了？不是，说好不急，你急什么呀？求谁也不能求他去，那不是你亲弟弟的吗？我问他怎么了？不乐意，打我脸，你知道吗？ 都为挣钱吗？以后见着他，我还得看他脸色行事，我欠他钱啊！哟，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。 好啊，您都没啥，行了，咱俩就甭客气。请坐。我听说跟小妹子进了中副使了，恭喜啊！对呀、啊，所以来亲自来谢谢你暗中相助啊。哈，我这也是瞎指挥，还好没捅娄子，让你们挣着点钱。 钱不多，你先拿着吧，容我挣了大钱慢慢还你。用不着这样吧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你不欠我的钱，我也不想欠你情儿。你把钱拿走，您那点钱买不了我的情儿。是啊，容我慢慢还着。 还有，看在咱俩兄弟的份上，帮我最后一回。以后我股票的事儿甭管。您勇，不向困难低头，勇于挑战科学高峰，您多牛啊！您是真汉子，纯爷们儿，您多刚烈呀！啊！ 不委曲求全，缺完副使，对不对？这屁股跟中副使还没坐热乎呢，您就把智囊团给炒了。活该，谁让我嘴贱呢？什么都愿意跟你瞎咧咧。先生，您说话声音小一点。得，对不起啊，妹子，叨叨两句行了，没完没了。咱这不是还没被从中副使轰出去吗？放心，快了。
咱俩从小到大指望过谁呀？从那会儿卖粮票到切羊肉片倒腾服装的开场子，指望过谁？不也一路走过来了？遇着多少难事儿，咱怂过吗？股票咱是不懂，那学呀。真想一辈子指望别人，丢不丢人？切，你说的都对，啊，有些东西咱现在学都来不及。远的不说，就这个，你认识他吗？这电脑你会操作吗？就像你说的，咱去学去，咱来得及学，等学会了，咱们的股票都涨毛了。这个咱就不用学，那有人。吹吧，谁呀？小微微。人不是学电脑了吗？不是上了电大了吗？找他来呀！哟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嘿，威胁一到，咱就甩开膀子干他。先生，力度可以吗？嗯。小薇，电话。哎，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你等我一下。啊。你好，谁呀？你们俩呀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在哪儿啊？行吧，老板，我辞职不干了。这就给人撂了，那你们老板呢？傻了呗。行，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微微是谁？那当年替哥们横刀立马的，唯有威大将军。哎，别臭美啊，那是哥看他可怜。来，哥，我敬你一口。再可怜可怜我们。哎，哎，微微，嗯，你是不是特别爱跟我们混？还行吧，觉着你们俩挺有意思的。再说了，你们现在干的是正事儿，咱电大学的也是专业，对口。这就对了，哎，咱就说定了啊，明儿个就来上班。打明儿起呢，这技术专业的事儿就交给微微了。嗯，那您都干什么呀？我继续高瞻远瞩啊，给咱制定前进的方向。你呀，别拖我们后腿就行啊。我能够。但愿吧。哎，你最近跟那二小姐怎么样啊？不行了，我得先回去了。你们再吃会儿啊。这么急啊？真有事儿，明儿公司见啊。嗯。什么事儿啊？这真的肯定有事儿啊。你给我讲讲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这见天都这样，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哇！辣椒搁多了，来来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走一个。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坚持。没问题，你肯定行，啊，你肯定能扛过去，绝对没问题。那你抱抱我吧。
真的太棒了。你来，大夫，哎，你来，哎，哎，我跟大伙说啊，大伙一定可得来，要不然我这喜糖白发了。你瞧你干嘛德行？来来，吃。我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。真羡慕你姐。哎，你不能这样。这个好多人名我记不清楚，你帮我发一下啊。我来。嗯。老范，你的，谢谢。哎，到时候一定得来啊！苗燕还指着你当伴娘呢。好，先恭喜啦。嗯。哎，你们俩怎么样了？我听苗燕说老三……你别跟我提这人名字。不是，什么情况？你们俩？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？你帮我找一男的，不傻就行。条件是马上结婚，越快越好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是吗？也没有想到要怎么过，和谁过，就跑出去逛街，走着走着就走到你这儿来了。行，那咱们出去吃个饭，庆祝一下。我去换件衣服。不，我今天走了一天。腿都酸了，太累了，我哪都不想去，就想待在家。行，我给你拿双拖鞋。好吗？还好。我能感觉你有心事，想说什么？跟你没关系的事儿。是关于那女孩吧？那女孩挺漂亮的，只是看起来脾气有点大。我说了别提他，跟你没关系。反应这么大干什么？你要是想跟人家好就好呗，想结婚也行。你不必顾虑我，我没关系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我真的看不透。神秘吗？我喜欢你这么看着我。
其实不管男人或女人，在另外一半面前，都得保持一点神秘感，这就叫做性感。可你的神秘感，有时候让我害怕。为什么？你完全可以心安理得，男人不都喜欢这样吗？可我不是你说的那样的男人，所以我说你不成熟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样说。但是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，身为男人永远不可能放弃对于权力、地位、荣誉的追求，可洒脱的男人懂得取舍，就像歌里写的，东边那个美人，西边那个黄河流，缺一不可。你把我教坏了。高压锅呢？我把肉炖上。跟柜子里呢？着什么急呀？那个谁四儿说上午今儿加班啊，中午才回来。多炖会儿入味儿。三儿也快到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应该。那什么，那二子呢？把他叫回来。不叫。我说老郭，你这叫瞎较劲，自己个儿子还不知道啊？是啊，二子打小他就混不吝，这孩子我告诉你，太有了主意，想着点什么事儿谁也拦不住。你就说他和小云子这事儿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俩人见天腻在一块儿。那生米早成熟饭了。你要我说，孩子都大了，那甭管了，啊！我没这儿子。我扛不了了，你让我出去吧，你让我出去吧。扛过这一关就好。受这罪了。小云，扛住了，不为自个儿想，为小乖想想，他才六岁，六岁，我不想让他没妈。受罪了。扛住了，爸，啊，回来了。哟，今儿什么好日子呀？能这么多菜？礼拜天呢。你爸老说你们哥几个跟外头吃不好喝不好的，赶上回家给你们补补。好啊，我给您帮点什么忙？嗯，你甭管了，都差不多了。嗯，你去给老四打个电话，嗯，让他顺路到幼儿园把小乖接回来，回来吃饭。哟，我爸想孙子了，少来这套，那不是我孙子，我只是可怜这孩子，大星期天的还送幼儿园，坚持住，小云，啊，不行了，我这陪着你呢，啊，不行了，你给我解开吧，你给我解开，我受不了了，你给我解开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你瞅瞅，咱这红烧肉炖的漂亮吧？哎，贵宾楼的厨子也就这水平了。等孩子们回来就开饭，把茶给我拿来。啊。哎，那这老大不回来，咱没办法啊。二子也不回来了。一家六口人吃饭，现在得剩四口了，这饭吃的。你别叨叨了。待会儿做得了饭，你们三位爷吃，我不吃。你看你，挺高兴的事儿，干嘛来这出？心里堵得很，我。那你说你想怎么着吧？你说怎么着？
待会儿你把二子叫回来成吗？让我心里舒坦舒坦。你要愿意叫你叫，我不管。这话你说的啊。待会儿二子回来，你甭跟孩子嚷嚷啊。就你护犊子。我护犊子？啊？你说，你说，你不护三儿？啊！行了行了，我这忙完就过来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死了！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姐，给我姐，给我姐！哎呀，大孙子来了，来来来，下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告诉爷爷，想不想爷爷？想。哎，爷爷给你做了红烧肉，你想吃不吃？好，我想吃三碗。三碗？这么多？你不怕把爷爷吃穷了啊？四儿，你没跟他们家说在这儿吃饭？没有啊，我以为小云姐知道呢。啊？哎，乖啊，要不这样，你赶紧回家去，你跟你妈说，说我今儿跟奶奶家吃呢，啊，说完就回来吃饭啊。乖，快去，慢点，啊。瞧见没有，老两口想抱孙子了，你不赶紧点？你别光说我，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努力。哎，这话我爱听。弄点去吧，我求求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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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弄点吧，我受不了了。去看看，哎，爸，你别急，那孩子吓着了，说胡话呢。我看看你，您就在家看着孩子啊。我跟你一块，你也别去。我跟你说，我估计就两口子吵起来了，没什么大事，人去多了不合适啊。你看着孩子，你小心点啊。啊啊，没事。
在这儿干嘛呢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别管这，出去！我不出去，出去这没你事，别添乱。你捆他干嘛呀？老三，你出去！怎么回事？你把事儿给我说清楚了。没事儿，什么没事儿？我都看见了，你把人给捆床上了，你想干嘛呀？我媳妇儿吧，爱干嘛就干嘛，你管着吧，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。这事儿我管定了。你谁呀？你管定了？你管一试试？你不信是吧？你给我让开，边上去。我再说一遍，你给我让开！我再说一遍，边儿去！你逼我动手是吧？跟我动手！来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们俩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松开，都松开！干嘛呢？兄弟俩打起来，让不让人笑话呀？三哥，就输你书读的最多，你书都白读了你。二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了？跟我动！你问他干嘛了？他把二小姐给捆床上了，急得拿脑袋直撞墙。你有半毛钱关系？哪凉快哪歇着，给我玩去！你会好好说话吗？不会。二哥，你怎么又犯浑啊你？滚蛋！你再骂一遍！你行了，都别闹了。没事儿。我刚才有点事想不开了。他就为我好，把我给捆那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兄弟来这么一出。啊，这么回事啊？嗨，小云姐，你也是，有什么事儿想不开的呀？有什么事儿说，有哥几个在呢。这话怎么那么多？赶紧走。哎，给二哥道个歉。人家两口子事，你不问青红皂白，瞎急什么呀？国栋，二哥，那我们撤了。妈让我喊你回家吃饭。知道，我一会儿回去。回去别跟爸闹了。行了，别再废话了，赶紧走。没人管你。小云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别受委屈啊。难得，你们哥几个都回来了，也算是聚齐了，是吧？
你妈呀，从昨天就开始忙活这桌菜，挺辛苦的。你们哥几个，敬你妈一杯。嗯啊，好。哎呦呦，来来来，啊，妈，生日快乐！我美呀，我高兴，给儿子们。老郭，你也甭说我，你爸就为了让你们吃上这口肉啊，非到大红门去。我跟他说后老远的到那儿买什么去，他说那儿的肉好啊，说那儿的猪是人家农民自己个儿养的，回头尝尝啊。哎，我是怕你辛苦替你跑一趟。呦呦呦，爸还不好意思了。那个我说句啊，二子，倒杯酒跟你爸喝杯酒赔个不是，这事儿就完了啊。我这不该也跟您犯混蛋，我错了啊！敬您一杯，给您赔个不是。乖乖，来，多吃点肉啊，给来点块瘦的。哎，吃肉它长劲儿。爷爷就打不过你了，爸，我错了，您就给我个面喝一杯呗。老郭，孩子都赔不是了，这过去就得了，你看啊。哎。你们怎么不吃肉啊？你妈辛辛苦苦做的，挺香的。嗯，吃肉。啊，嗯，多香啊！这我爸还是没打算原谅我。行，那等您哪天气儿消了，我再来给您赔不是。我就不在这儿给您添堵了。哎，二哥，你别走，二子，别走，别走。爸，二哥当着全家的面都给您赔不是了，您就消消气儿，原谅他这一回。您要是还觉得心里过不去，那我们哥俩就跪下，跪着陪您喝这顿酒。老郭，哎，三哥，你干嘛呢？你添什么乱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跪，我不也得跟着跪吗？我有腰间盘突出，回头我再犯了。老郭，你们把爸当成什么人了？爸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爸那可是人前黑脸包公，人后马瘦毛长。我背串了。人后菩萨心肠，是吧？那是，当然是了，真是。哎呀，就你说话不利索，还就你话多。行了，就我话多，来吧，干。来了，菜都凉了，赶紧的，来，吃。来了，这谁给我倒的？乖乖，都双眼皮了。二哥，来了。乖，咱们大了再喝酒啊！老四，你是真够高的呀！没你这一出，爸这台阶还真下不来。得了吧，你那一出逼宫，那才是一箭双雕。什么比工啊？没那么复杂。你那一跪呀，首先，二哥不再会为小云姐的事跟你过不去，你弄了个好人缘。其次，你太知道爸最喜欢你了，他能舍得让你跪吗？啊！我不说话，他自己得找台阶。看来真是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啊！那你看看，
哥们儿，我这智商，给个副总统我都不干，那得是挣的呀。是，挣了将来退休金高嘛。嘿，这包袱行啊，以后你给我当捧哏得了。哟，这真干不了，退休金太低。太机灵劲儿。爷爷，给我讲故事。讲故事啊？讲个什么呢？嗯，小乖，来乖乖，看奶奶跟小卖部买的什么，北冰洋汽水儿，走来，来跟奶奶玩去，玩去了啊，走来了，真乖。哎呀，现在年轻人的事儿啊，我也管不了。时代进步了，我这思想落伍了，反正。我就感谢邓小平，他老人家让我过上了好日子。可是这好日子得好好过吧？你妈听居委会说，小云前面那个死了，留下个孩子。可是他们是在没结婚的情况下有的孩子，这我接受不了。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喂马劈柴，周游世界。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从明天起，和每一个亲人通信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。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。我将告诉每一个人，给每一条河，每一座山，取一个温暖的名字。陌生人，我也为你祝福。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，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。我只愿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Thank you.